大家好，我们是一起分享 SS Family。 我为了夹娃娃跑到了台中梧栖，越来越接近海边了，因为我刚经过渔港哎。然后这里呢叫做小马哥梦工厂，网络评价还不错耶。趁着现在没有什么人，太开心了，这是个平日的中午午饭时光，我们赶快来夹吧。今日额度300元。已经有糖果了，对，好，看行有什么想要夹的，我们去出发吧。我看看，帮我来一个，随便夹，随便夹啊，都放手吗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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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，你来乱的，你来乱的。有，好厉害哦！20块出。你真的很厉害耶！怎么在这里？想吃这个，你帮忙，可以吗？我想吃这个。哎，这么快就决定了？快一点，眼明手快。有哦，两个，好，来来，再给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好，来，好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把它弄下来就好了。谢谢你。耶，他真的很强哎。真的，我再找找。我们没有夹过泡面哎，你试试看，这是妈妈很爱吃的韩国。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，夹子就是行行特级。哦，那个糖醋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哎呦呦呦呦呦，灵魂走位，有走进灵魂吗？有有有有，有夹起来哎，感觉我试一个，我试一个，爸爸爸爸试一个，来来来，看能不能试一试。好，来。好了啦，你看好好吃啊！哎哎哎！差一点，哇！差一点，差一点。一直帮妈妈实现愿望，超强的。来，我们让 Tony 哥来挑战你，代代替我们。你要夹那么里面的，这已经好，勾不出来。啊，差一点。你来了是不是？又来了。太高了，他好像就没办法。他有自己的想法。哇！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全家餐。它是饼干，可是好大一个哦。啊，大夹子哦，大夹子。哎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按了2次啊？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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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自己夹就对了。嗯，姐姐说建议你们自己夹那一个。好，他建议。好，太里面了，不要太里面，夹不到，它掉不出来。哪是啊？好哟。来推货的。这是帮你推荐我们去夹什么？走，出发。哎呦。爸爸来推荐的，说夹这个哦。他这感觉边边呢就拉下来的机会。有吧？有。可以跟连线夹一下。耶耶耶！
一样跟我一样目标，绿色，绿色。有吗？抓起来！他太快就放了，没钱了，完蛋了，没钱了。哇！是我的夹一千块，我只要夹超过。夹一千块？你太夸张了。刚刚呢，拍了一张照片，然后我准备就来打卡咯。五星好评。哎，这边环境真的不错，蛮宽敞的。得了30元，继续夹吧。再看一下还想吃什么。这进店里就由你自己来处理了。我帮你挑我喜欢吃的东西。我觉得有机会吗？这小姐夹我刚刚夹的几台，笑死了。来。我们换再搞吧。好，来啊！我们刚刚差一点就成功了。换你有，你觉得有机会的？好像是看亚米的话，亚米爸爸的话跟他一样的厉害。他只是说说而已。好，来喽！要甩甩甩甩成这样就对了。10块钱，再同一个吗？你夹这个，是啊。这种东西有什么好难的？来，臭屁臭屁臭屁！帮我看一下秒。7、6、5、4。哦，没关系啊，你已经很厉害了，30元出一个，对不对？300元都不加我爱吃的东西哦，小经典系列辣味的，然后是韩国的拉面泡面，我最喜欢的。然后这个是Sammy爸爸他们推荐很好夹的，确实不错哦。点心面我也很喜欢，这个我也超爱的。感谢当当哥哥送给我们的，今天战利品就是这些啦。你们一定比我厉害，对不对？要怎么夹呢？留言给我好不好？把小佩服跟我说，让我下次变厉害一点。二十要商品可以去参加小活动哦。炒菜铲子铲钱的游戏啊，我们派我们家最大的小朋友出来参战的。他满20个可以抽一次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抽两次。可以练习一下吗？来练习一下，来练习铲一下，然后最厉害的小朋友可以抽。哦，这样子最厉害。来试试看，试试看哦。果然看不到就会差很多。完了，不能看，不能看。等一下，靠Tony和亚米了。哈哈，很勉强。哦，再来放开，来，用力，平着。哎呦，不错哦。哎，好像有100多哎。下一位，加油！好，哎呀，平稳，很稳呢。很好看，可以呀、啊。哇，夹到多少？姐姐夹到21个。哇，好强哦！好，你觉得夹娃娃店好玩吗？你还蛮喜欢的。有什么话要说？觉得很好玩。好啊，你觉得嘞？你觉得不好玩？笑死了！这里还要有一个小小的游戏室哦。如果大人很热衷在夹娃娃的话，小朋友就丢在里面玩就好。你看这些幼稚的大小孩。小朋友安全啦、啊，注意安全。一起有亲子活动，培养感情。然后发觉涵涵真的蛮有这部分的天赋哦，我真的完全夹不起来。然后他就还蛮有兴趣的，对，花个几百块来这边练功一下，或是来重乐一下都蛮好的。对，反正都是临时吃的，回家可以慢慢吃。